山里里长严忠义，那梅山这边有办梅花季，那梅花这边即将盛开，那希望大家在过年期间来梅山走一走看一看，然后梅花季这边部落有白市集，那当地的农特产品啊，希望大家来走一走看一看，然后带一点啊农特产品回去，谢谢。全国的民众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市桃园区区长杜思维，在此跟全国的民众拜年，新年快乐，兔年行大运。在春假期间，我们高雄市桃园区有两大赏花路线，第一条是樱花公园路线，由宝山二集团到樱花公园，我们有在地的美食以及接驳车。第二条路线是梅花路线，由桃园到梅山，我们有在地美食，也有农特产品行销活动，欢迎全国的民众利用春假期间来我们桃园区玩，也在这边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，行车平安，无尼浪，米努米上。